行，你换换样，小点也行。家咬口都不知道啥样好，啥鱼都行。这家还挑上了，还得要青鱼。兄弟们啊，还是小鲤鱼啊，这想青鱼想疯了。看看啊，这江里边的鱼的活性就是高。溜不来呢，出不来了，这跑这里了，多快！你看啊，看着，给这个直翻，直翻个。来吧，过来吧，不用太着急，慢慢溜就行。直甩头啊！哎呦我操，吓我一跳！这鱼活性真高，真有劲儿。这剑鲤，看，多少点儿，就得差不多了，靠边了。那个六七斤儿有，砸不动了，现在还拉不动，拉不过你了。好了，来吧，上岸。